为这可以省下你很长远的这个时间，而且有的时候你也不一定有那个机会，因为我们是用一辈子的这个过程。换句话说，这就是武功心法，我把这个几十年功力都送给你啊，这个我已经讲了几十年了，你不用担心变成我的分身，不会，因为吃猪肉不会变猪，吃牛肉不会变牛，要不然那出家人都变成香菇、胡萝卜，对吧？白萝卜，哎，不可能的代志，因怕死不，你的主体永远不会变，啊，但是属灵的力道可以越来越增强。那我们在知识面、在认同面、在信仰面引导。这个礼拜我在做这个口访填调的时候，就看到一个到了一个一贯道的观音殿，一副对联写得非常棒，道尽佛法的精华。那怎么讲呢？上联若不回头，哇，稍微提一下。现在年纪大就是这个问题，都发音，对不对？站在门口，靠腰啊，我是要出去还是要回来啊？剩下三亿对不？回忆失忆跟什么？靠腰，若不回头啊，谁为你救苦救难？都不回头，谁为你救苦救难？如能转念，何惜我大慈大悲啊！呀，这有慧根啊，一听就会笑的，就 OK 了。那个观音就直接呢，你乖乖的啊，念头你来拜在冲啥？所以另外一个王爷庙就这样写一副对联，啊，这去前年我看到了。那个在台山县100K 一个王爷庙，但是呢，那个庙门关起来，他的对联是“诚心敬无，无拜无法”。你若有诚心敬我，唔免拜也袂要紧。下联是“行为不正，百拜无用”。那个来的人一半的好人，一看，那我有很诚心啊，可以不用拜就走了。另外一半有问题的来看来告诉，哎呦，咖啡话有关酸，所以那一间庙只好大门伸手，我怕人要来，最千佛疑呀，看这就糟糕了啊。那事实上呢，台湾人绝大部分就是这样。我们在这个三林书院基础课程里面有两三天时间，就是告诉你整套形塑台湾人他的精神的底蕴，所谓无功用行，这个会让你豁然开朗。为什么台湾有那么多像陈树吉，像那个老农户，他觉得他都没有缴税金，就捧着16万，冒着这个下大雨这样去缴国库，奇怪了，竟然还有那种政府敢收钱呢？为什么有这么多人？我告诉你，陈树吉是他衰去用报道出来而已啊。事实上他们在做的心中要存着善而去做善的，哎，有问题。不好意思，这个层次太高了哈，这样讲。真的，你有了动机，善一旦起心动念是一个动机的话，这个善啊就有了杂质啊。可是台湾人他是无功用行，基本上人格的最基本的三大特征，劳役众生不忘报，所以就你有需要，好利，没有期待你给我任何回报，带众生受之一切烦恼，扛起任何功利的十字架，而所做功德尽以施之，没有功德，这叫无功用行。啊，这个物件真正是不简单的，啊嘛是足简单的啊，啊都无就好啊，放就好啊。你不要那么辛苦吧，就是因为侧面的话这照得不清楚，照不到你的脸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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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那个我们有比较长的这个时间，那往后在这里只是做一个广告，一套一套东西做出来，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我的，不是谁的，而是呢不是的，我会期待短短一两年内起码提升台湾的生态保育、解说教育等等的水准，稍微啊，不敢说有什么样子，但是真的是明其道不计其功了，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再说呢就多余了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切入今天最主要是中部区域，然后接着下再接着两堂呢，由杨教授为大家讲解的，从这个啊。那个太空的去看分析整个地形地貌的，那是很有趣的东西。然后下午啊，就是进入到实战系统。明天还由蔡秘书长带着大家去看看这些，他是怎么样去做所谓环境运动的这个过程。所以明天有一个记者会，由大家去配合，给他们一个道具哈，带着那个石斛，让那个新闻记者拍个照片说，说哦，嘉姐嫁后来啊。这个这么多人在关心，因为其实一个公共事件，只要有更多数的人站出来，那个整个氛围就会改变，啊，那但是这只是让大家看一下说他在做什么，我们在做什么，只是这样而已，啊 ，OK，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上课了啊。这个说上课也不是什么上课，注意这个东西就是马上你可以使用的，你就。然后被照的文稿都有了 ，OK， 来我们的。那我接入的内容在哪里？台中，一般台中其实并不台中啊，并不是台湾之中。全台湾的正中间在哪里？云林县的浊水溪恰好是南北。你要不然你把地图不用去量了，一个地图拿过来折成两半，你看那一条线穿过哪里？啊，那你恰好差不多是在浊水溪的地方。你把鼻头角对着那个鹅銮鼻嘛，啊，合起来就是在中间。那这个是以往的人文地理种种的，就是好像把台中分别。何况这个趋势，近三十年来，我在五年前发表了一个报告，就是台湾的海边植物由南往北推进了30到80公里。真正生物地理现在的话，应该在新竹。那你说北部的植物呢？当然跳海了，去跑去琉球了。那南部呢，泰国的什么都跑到台湾来了，那尤其外来植物的现象，那更是呢，哦，势不可当。你看最前面我在调查了五年前，台湾整个海岸1400公里，最大宗的植物是大花咸丰草。大花咸丰草现在在台中某一家什么原生植物园区，一碗200块、300块在卖，哦，很小心，我也紧张想。那个赚头最高，现在都是因为就是欺负大家不懂自然嘛，啊，那什么野菜什么什么啊，其实也裸冰半截哈，那不能干人的呀，就是炒一把啊，大家比较夹个跳个。那个大花咸丰草是最近，那会不会永远这样？当然不会，因为一直呢，所有东西都是无常，都在变化的，对吧？我现在最喜欢讲的就是说，大家一直执着在什么什么，我都会说，哪有什么不变的啊？啊，你2岁的照片、5岁的照片、10岁的照片、40岁、50岁拿出来看，哪一个是你？每一张照片在当时都有一个自我，请问自我是不变的吗？那自我既然随时在变，何来有一个永恒不这个的我？那这个我在哪里？父母生你之前谁是你？生你之后你是谁？如何来？怎么去？被他吸？阿拉克吸？那这些议题呢？其实呢，佛经就是自然精华，不必强调佛。现在这个佛呢，把它搞得实在就是杀佛放佛。但是呢，真的是刚才那个观音讲的那一句话嘛？如能转念，何惜我大慈大悲？佛在哪里？你改立改一尊立放掉，要出来我靠，唔知要找三碗糕啊！好，我们现在切入这个内容，中部基本上是在。